久没见了，什么角色呢？即兴装扮着白色衬衫的袖口是你送的，尽量表现着像不在意的，频繁暴露了自欺欺人者，越掩饰越深刻。你说我说听说人家言不由衷的段落，我反正决定自己难过。我想摸你的头发，只是简单的试探的。我想给你个拥抱，像以前一样，可以吗？真的吗？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，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。我能送你回家吗？可能外面要下雨了。我能给你个拥抱，像朋友一样，可以吗？想你啊，你就当刚认识的绅士闹了个笑话吧。尽量表现着善解人意的，频繁暴露了不与人知的，越掩饰越深刻。想说听说别说，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，我反正决定留在角落。我想摸你的头发，只是简单的试探的。想你